你真的是，哎，我天哪！你真的是说这个话，差点没把我雷到。我为了你那几个路灯，我去挖那个双向六车道，是不是？真的是，还真缺。你别说，那你去修个双向六车道的车，六车道的那个车道，我每隔1米给你赞助一个车，给你赞助一个路灯，行不行？还是两边，行不行？也就是你，但凡你要修双向六车道的，这个修1公里，1公里多少米？每隔1米，我给你安一个路灯，行不行？你他妈你双向六车道修下来得花多少钱？我还每隔1米，我给你安排一个路灯，真不撒谎？看谁先死，还真缺。妈的，我确实是缺那个路灯，但是你他妈。你那玩意儿，双向六车道，兄弟，你就是光打1米得多少钱儿？行，我刚好接到一个这样的工程，不是你去给人干活，明白吗？你准备好路灯，那玩意儿是你自己修来你自己用的，兄弟。那么你要那么讲，我直接跑到我随便跑到那个人家修高速的地方，我就去，来嘛，我去打工，我就修，你就帮我买路灯。我直接把那笔钱吃掉，我说，哎，老板，这个路灯的工程能不能给我？人家是10米一个路灯，我说5米给你一个路灯，哎，你1米给我一个路灯，没有？所以说这一点你们，哎呀，中间商差价又吃起来了，没有？妈的，这个，等我再呼叫一下这个商人哦，等我再呼叫一下这个商人。在不在？妈的！啊，粉儿子以前的小别墅，哎，唠什么唠啊？我以前那个房子，怎么讲，兄弟们？我以前那个房子吧，就是花在那个，就是说不必要的钱花的太多了，花在不必要花钱的这个东西上花的有点多。但是我造那个房子没买沙哟，只是买了水泥。我那房子造下来1万多块，妈的，那个房子外面也没粉一下，里面粉了。但是我那个房子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没搞好。没搞好，没搞好。要是搞好的话，你那个房子不是大哥赞助的吗？我那房子你以为全是大哥赞助的呀？也有那个房子有几个好哥哥赞助了几包水泥，有好几个哥哥赞助了水泥，大概赞助的有接近10包水泥。然后我那个房子封顶的话。那个就是做那个，哎，做那个就是房子顶上做一层那个叫什么隔板，做隔板的话，那个我为妈咪给我拿了2000。我那房子一共修了，花了接近一万四，大概10包水泥的话，应该就是就算300块钱吧，应该接近直播间的这个好哥哥好姐姐们给我投了2300左右，投了2300。投了2300左右，哎，这个屌毛我给你踢了，我给你禁言了吧，不给你踢了，你这张嘴大哥闭嘴大哥的，好像。